小孩内斗。哦，看到三个玩手机。哦，开场 miss 就开场就大家都金龙打了一下，亮晶晶的。对，我卢卡是亮晶晶发打回去三十几发，哇、哦，现在是四十六发。这个在想谁会先用 PK 系列？我刚刚 miss PK fire 直接被那个三被卢卡的三百给吸掉了。哇、哦，丢出去。小八，对，哦，哇，准哎，哇，不愧是白发老小孩，太厉害，经验就不一样了。哇，这球棒直接把那个皮克帅给打，可惜没有直接烧了他。对，直接烧到的话，那画面不知道会多好看。好，这个溜溜球打，直接打后面。对。哦，小巴是追得很凶。哦，back to PK Thunder，没有。不过，又追得很凶，这点对 Ness 来说会是个很大的施压。因为 Ness 的最擅，因为 Ness 本身就已经他是擅长惩罚对方进攻的角色。对。要你要是又允许对方进攻过来的话，这对 Ness 的那个怎么讲，有点像是一种心理创伤的东西。对，要。我明明是一个近战超强的，怎么一直进来？对，那应该还好啦。那次那个，你可以把这摆在那边。对，对啊，应该很少会直接挑战他。哦，那现在还是。Carry 是听起来就是落后比较多一点，落后比较多。而且目前这个状况对 Ness 来说会是压力很大的状况。哇，而且 PK 三还被吸掉了。哦 ，PK Fire 直接 fail， 没想到。那个我抓起来，乳头攻击。我打错了，做。哇啊！就后算没有丢出去。哇、啊，刚好停在平台上啊！不过这上分又死。哇，恭喜小巴获得第一胜。小巴不愧是小孩专家，真的。他那时也有玩。对，那时也有。所以小巴也是知道说那是他知道对方其实要干什么，对，那弱点是什么？嗯，就从那钻进来，太厉害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脸，看哪有痘痘的。可能来到了终点。现在Lucas领先了54%。哎，直播虽然说有点停了一下，不过应该还好，没事，对，没事没事。现在哇，小八一个 zero to death，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他完全不允许 Ness 的回场。他 cover Ness 就是回场弱的那个弱点。对，因为 Ness 的回场其实不好。对，因为他很飘慢。对。就是这一点做得很棒。对。然后自己也没露出太多的破绽。嗯。OK， 那现在 carry 一个稳定的 combo。哇 ！Entire 刷小巴落地，还没。
跑还是被抓了。我那个底下是很奇怪。哇！这回肠火箭刚好撞到人。哇！在 Ness 的空下出来之前，就用头把他撞回去。欸 ，Luke 的那个 hitbox 也是很棒，虽然没有 Ness 那么的那个海拉提那么高，但是也是很棒的一个，也是一个近身的招式。对。哇！Luke 的后空翻攻击。他真的抓小巴，真的抓落地抓得很棒。对，我觉得凯里好像好久没碰到地板了。嗯，哇，这个也没了。哇，哎、欸，还有，对，看来是要直接。哇！哎、欸，这抓人肉火箭飞回来速度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这是 two frame 吗？